好，那不知道各位对以上的那个内容有没有什么要给我们做指教的，请大家踊跃提出来，谢谢谢谢。再跟大家补充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团队的 boss，我们教务处的主任哈，许逸文许主任。他第一节因为有课务，所以他刚刚去上课，啊，现在赶过来，在我们中学部教务的 boss，vice boss，就是我们张秋华张老师，他是香港的媳妇，他娘家在屯门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？婆家在屯门，是是，来打个招呼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各位听到我们校长那个对我们。